只要你抬头看，就会看到太阳。我会成为你的太阳。你是不是又哭鼻子了？姐姐只是在这里见到你，觉得很高兴。姐，你头发剪短了。对啊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姐姐弄什么发型都好看。君君，过得好吗？好，姐姐呢？姐姐也很好。姐姐，姐姐这么久，特别想跟你亲口说一声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没有怪你啊。姐，你快看！什么？姐，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发明一种让人吃了可以快乐的药啊！你居然相信有那样的东西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当时是认真的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世界上并没有这种药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猜我另一个重大的发现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发现，并不用吃什么药，我最大的快乐，就是看到我和你，还有爸爸妈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姐，只要你抬头看，就会看到太阳，我会成为你的太阳。